嗨，我又回来了，啊，不行，我太累了，我。这，你去哪儿了？我在你下边，哎哎、给你们看一下。哎，没有看见。对，然后我跟 K 我们两个是上下铺，他在我上边，他在我的上边。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嘛。Oh my god！ 我把马克的手机扔床底下了。哦哦，完了！我把马克的手机扔床底下了，他回来要打死我。안녕하세요，我好像只会说这一句。저는 로이입니다 저희는 Fanxyred 로이입니다 对，然后我跟 K 我们两个，他住在上边，我住在下边。你帮我捡起来。在哪？不知道，就在那脚底下。我看见了。哎呦 ！Thank you。你别动，我自己来。OK。等一下啊 ，OK。他在敷面膜。哎呀，太丑了，我的妈呀！搞得我都不太好意思。用脚给你鼓掌。我要出现一分钟，一秒钟。没有。他们会截到的。三二一，谁能截到我？对，是 K。大家有看那个欧拉的视频吗？你拿我的本子干嘛？我开了空调。大家有看那个欧拉的视频吗？拿我的本子干嘛？喜欢欧拉这个舞蹈吗？喜欢。啊，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个歌曲和舞蹈。喜欢欧拉，我也喜欢欧拉。我现在还不能，就是看你们打的韩语可以完全的读出来，因为我比较笨，老年人了嘛，理解一下。但是我在学习。你看我的本子，给你们看一下啊。여러분반가웠습니다对呀、啊、我在学习韩语呀、啊、就每天哎呀这好我不行我现在趴着特别费劲马克洗完澡了哎呦我可能有的时候会说一些韩语可能会是就是评语这样的，因为我还不太熟悉这个，就是敬语、评语，就是怎么样区分。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对，然后我个人说话也比较凶，有的时候，所以就是尽量不说话的好，因为我一说话就会把别人吓到。别人可能觉得我不开心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没有，我只是正常说话了而已。别人可能觉得我不开心啊，
劝你们下回直播拿个支架，真的很累，这样拿手举着，真的特别累。如意，你太帅了，太可爱了，我爱，我也爱你们。我在学习汉语，是这样的吗？我在学习韩语，然后你在学习汉语，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你怎么了？你在我后面干什么？你把我的那个手机给我。快点，你看起来像日本动漫，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对，看起来像日本动漫。可能是因为头发的原因吧，所以有点这样像。对，然后我个人其实有的时候还会看日本动漫，例如什么呢？特别喜欢看。这是谁的手机？这是我的手机啊， my phone。 对，然后我们的 Ola 呢，在 YouTube 还有这个 VLive， 然后还有哪里啊，还有中国的微博，然后 Ins 有发吗？ Ins， 然后就是各个软件都有发，大家可以就是去看一下。打我干嘛？对呀、Can you speak English？ 我也想，但是没有办法用English 与你们交流。我三个手机啊，你直播呀？没有，这不是你的手机吗？刚刚为了看一下。Ola Dance 太帅了，希望你们喜欢。So cute, thank you.来说，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放一下 Ola 的歌，哎，放一首。我是 DJK。DJK， drop the beat。drop the beat。Let's get it。什么歌 ？Ola。我以为，没事儿。什么什么？没事儿没事儿。你还没敷完面膜？我以为你刚洗脸了呢。不是那个，不要晃太多了。不是，我手好酸啊！我真的是，我想把它固定住，可是固定不住。我累的脖子都出筋了都。不要晃，那我只能这样。等一下，慢一点，慢一点。学习 Korean K-pop song。我走了，不要了。Can you sing a song？ 想让我唱歌。本来刚刚让 K 放的，他走了，他现在走了，他回他的床上了。DZK so cool。谢谢。今天你做什么呢？今天的我，现在的我吗？还是今天这一整天？All I wanna be with you, don't even matter.
林凡，不是林凡。马刚，有人评论，刚刚马克刚刚走掉。你们睡觉都有什么自己的小癖好啊？我最近长胖了，所以我在减肥，一直在减肥，但是我发现并没有减下来。哦，我说，等一下哦，等一下我，我好难啊。Love you from Queen。我把什么扣在那儿？哦。马克，你来给我翻译一下他们说的韩语呗。你不是最近在学习的挺多的吗？真小气，马克找我要钱。你把那个，你把手机举着，放在哪儿？你不能在这做直播吗？哦，你这样啊？哦，你别动我笑，给我。谁让你扣了？我说把手机啊。哎，什么响啊？哦，这是不是低了？对啊，说我就要这样。你就这样。你快点给我翻一下，你看他们说的韩文，看得懂吗？为什么你跟 K 都是在敷面膜？我们爱护皮肤。哎，说的好像我不爱护一样。我们美美的。Hello, everyone！ 我们美美的，可以了吧？这，但还是好累啊，因为我要一直趴着。我看到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跟他说我不能说呢。啊，不行，我起不来了，我拿翻译器跟你们对话吧。哎，这个手机的翻译器在哪？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为什么我看不了你直播了？为什么？所以真的很 so 抱歉呢、啊、，sorry。哎，我刚刚是不是问了那个大家睡觉都有什么自己的小癖好？例如我睡觉就特别喜欢抱着娃娃，就是我是没有，我是就是。睡觉如果不抱着娃娃的话就睡不着，就是完全睡不着的那一种。然后那个时候刚来韩国，然后就是不知道哪里有卖娃娃的，然后我的老板买了一个送给我。我从法国来，哇，你们好用心啊，都用中文给我说 thank you。 用那个
用什么？你再介绍一下自己，有人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吗？My name is Roy. This is Roy. 有喜欢的什么什么？韩国料理。韩国料理。Kimchi jjigae. 고기。我真的特别累，现在。我膀子要掉了。我也没有办法。哦哦哦哦。I miss you。我特别想看懂你们打的韩文，可是我就是看不懂，真的，怎么办呢？马克有没有看懂的翻译一个给我吗？좋아요좋아요。嗯，맛있어요。对呀、啊、我看不懂啊，因为我还在学习韩文，没有办法看得明白，我现在只能听得懂一些吧，然后啊맛있어요아이고귀여워아이고你说的跟大叔似的맛있어요귀여워아이고아이고아이고귀여워배불러요那谁怎么说来着？谁啊？那些每次吃完饭都要说的一句话，叫什么来着？不行，不能说那个。哎，你爸怎么说来着？喜欢的歌手是谁？问你，他说喜欢的歌手是谁？哪里 ？Where is 西晨？他在上面，他在那面睡觉。我们虽然在同一个。对，他在。他在那面，他也在上边。我喜欢的歌手啊 ，GD，G-Dragon， you know？ 应该知道吧？学习韩文和英文哪个更难？都难，对于我这种人来说都难。说我胖啊 ，Marco 什么？啊，嘟嘟嘿，我那是聪明，那是多多嘿，多多好的是聪明。对 ，GD，G-Dragon， 应该看过我们的采访的应该都知道我就是我个人从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 GD， 然后算是 VIP， 对，然后对，就是很喜欢，说不上来的喜欢。哦，我想起来，我感觉我被束缚了。你谁？然后我们最近呢，还一直都在练习。我们的歌曲，我们的舞蹈，然后最近的几次的打歌舞台，大家有没有看呢 ？Can you marry me, Fancy？ Like BTS， 嗯 ，Like， 좋아요。经常确认 SNS，
他应该打错了吧？他应该是问我经常上吗 ？Love you,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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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啥时候换你的发色？我也想知道。Hair color， 这个要问我老板。你可以说 Hello Australia。然后我们现在呢住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房间，然后我们四个住在一起。然后我们刚来韩国的时候，我们住的算是那个算是半地下吗？地下半地下，不是，他那个属于半地下，就是，刚来韩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半地下，然后我还是我跟 K 睡在一起，然后我们两个还是这个上下铺，他还是住在我上铺，然后那个时候就，就为了出道嘛，每天都努力啊，努力，一直努力。因为想早一点和你们见面。来韩国多长时间了？怎么算呢？因为我们签证的问题，就是断断续续的加一起，应该快小一年。对，因为我之前也有来过韩国培训。哇，这个人说什么？说 Roy 什么？这个韩文我怎么办？好想知道啊！Sorry， Big English， She was in Chinese。 我想跟你见面，我也想跟你们见面啊。 I want to see you。 然后我们现在呢是要准备睡觉觉了。哦，你素颜也很漂亮 ，Thank you， 감사합니다。我可能。说过最多的韩语就안녕하세요 Fanxyred 입니다잘부탁합니다然后我最近前两天学了一句 No 언제 왔어然后我们还说什么了 K 수고하셨습니다因为经常会跟老师们说这些话谢谢你姐姐可以给我发不熟不熟练的中文信吗？我写信给你吗？那你把地址给我呀。那不然写完我邮寄到哪里？수고하셨습니다감사합니다然后想想还学过什么韩语？其实学过蛮多的。但是就是会记不住，脑子笨笨的。기분좋아요？기분안좋아요？然后 ，K， 我们还学过什么韩语？提醒我几个。好多。想一个嘛。아유기하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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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하
하큐카나하큐카요누구좋아해누구데려누구데려데려요뭐데려공부해야돼공부해야돼这不都是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话吗？嘣嘣，托您的福，我开始学习中文，谢谢。有我功夫黑暗的。Thank you。啊，你们为了我们在学习中文。对对对，我还会韩语，还会一句“撒嘿”。这个没有学习的时候就会了这句。嗯。最近前两天学的，我妈拿哈 Q 嘎。可是我的妈妈没有看我的直播，因为我的妈妈她不会搞这些东西。啊，我也想看懂你们说的话，可是我看不懂，怎么办呢？所以呢，需要学习。如果这个软件就是那种你们也可以说话就好了，这样我就大概能听得懂你们在说什么，我就可以回复你们了。这样打字呢就有一点还是看不太懂。不是看不懂。不要这么谦虚我。你看不懂吗？对呀，哎，我学一句韩语看不懂，你们打字，听一下啊，哎，我看不懂韩语。啊，他读的好快哦。哪儿？韩国语를이해하지못한다。韩国语什么？哎，我不懂韩语是哪儿？韩国语什么？사람못해요。사람못해요。是我看不懂吗？还是我听不懂啊？那个。나는한국어를이해하지못한다。이해하지못한다。反正我尽力了。Diamond， 사랑해 ，I love you。Fanxyred， 也爱你们 ，Diamond。哦哦哦哦，你们听得见我这个说的是什么吗？나는한국어를이해하지못한다。我已经拿软件跟你们翻译了，我真的不行了，太难受了。学中文想和你对话，我学韩语也是为了可以跟你们对话啊，因为希望有一天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是你们讲什么给我的时候，我可以听得懂，就哪怕我不能特别好的回复给你们，就是最起码要听得明白。죄송합니다
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哎，谅我不会。哎，怎么不想了？啊，他不说了。한국어를못하는것을양해해주시기바랍니다。他说的太快了。beautiful ass。真的吗？诶，然后呢，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吧。哎，这上面不是显示已经半个小时了吗？是不是这上面显示的就是吧？因为我实在是看不懂你们说什么。哎，不行，我还是得再找一句。今天我们那儿直播别担心，奔。对了，你没有看到我的床单颜色吗？我的床单颜色黄色 ，yellow， my favorite yellow。不对，我应该什么颜色都喜欢吧。详细，不舒服吗？我吗？没有啊，啊你啊，我很舒服啊，没有，只是一直趴着，可能就是有点那个不太舒服，因为我没有这个手机的支架，所以我要一直这样低着头。年龄大了，身体多多少少有一些零件。都已经退化了。Yellow， Yellow 还有什么颜色呢？好像我喜欢的颜色都挺多的吧 ，Black， 还蛮多的。没有说特别，但是我好像经常会，就是买一些黄色的，什么小物品啊，然后衣服啊，然后像床单、被罩这一些。Hello。这个姿势有半个小时，当然累了。还好，没有特别累。跟你们直播怎么会累呢？肯定不会啊。晚上好，应该是晚上好。哈哈哈，它好可爱啊！金黄色更适合，金黄色，我头发的颜色吗？其实我的头发颜色最开始不是这个颜色，我最开始的颜色呢是，比这个还要再，就是白一些吧，就我自己个人还挺喜欢的颜色，可是洗两次就掉色了。
Why? 为什么要 sorry？明天做什么？明天是 Fanxyred 的休息日。晚安 ，Good night， 柴儿加油。我的脸上长了一些痘痘，还挺多的。其实呢，我看韩文呢，我只能看得懂你们谁打我的名字 Roy 这个名字，因为我经常会看到这两个字，所以我就记得比较深刻。我每天都做什么？练习舞蹈啊，然后学习歌曲，对，然后最近在学习 Zayako 的一首歌曲。因为我是中国人嘛，所以我要把他的歌曲，就是把他的字这样，就是一个一个听，然后一个一个写下来，然后再唱，然后再翻译这样的意思，再学习，对。好，再有四分钟，我就下播了，好吗？然后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Fanxyred， 然后我们四个呢会，一直这样努力下去，然后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然后给大家，然后希望你们可以越来越喜欢吧。我问你问题，但是听不懂你说什么。这样你问我，然后我看我能不能拿这个翻译软件回答你。我会尽快的学习韩文，然后与大家多多沟通，然后争取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可以听得懂你们讲的韩文。中国成员在韩国出道肯定很不容易，多多加油。好的，我们会加油，我们会努力的。哦哦哟，你们的 K 可能要翻天了。我们会加油的 ，fighting。열심히하겠습니다，잘부탁합니다。加油，晚安 ，good night， 열심히하겠습니다。哦吼，不行啊，这样你们就睡不着了，太兴奋了。哎，我看这，等一下，这有这个，有这个东西。哈哈，这怎么有这个？这个是什么？不，看不见我啊！这可以带下来，可以摘下来吗？不可以啊！不可以啊！找一个好玩的，等一下，找一个好玩的。妈妈，哎，一点都不酷。不适合我，我要找一个适合我的。怎么都要张嘴啊？呀，原来这个软件上还有这些东西啊。啊，刚刚没看见，刚刚看见应该拿这个跟你们聊的。等一下，找到了，新发现比较好玩的。哎，怎么没了？
怎么样，美美吧？Good night， 我要再换一个好看的。哦，没了，没有好看的了，都不太好看。还有爱心。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我要下啦，要关播啦。晚安，我每个都试一下。